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问题是，这个题目是人心、人性与人生。其实我们讲到这个人生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牵涉的问题很多。那如果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这个大体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四大问题。这个四大问题呢，就是生存的问题、生活的问题，还有生命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那我们一般的人，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前面的两个问题，生存问题、生活问题。那相比之下，后边的两个问题呢，生命问题、生死问题，这是属于比较深奥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把它划入到就是哲学、宗教所关注的范畴。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人心、人性与人生，那么自然呢，我们讲这个人生啊，自然会去探讨后面的两个问题。那后面的两个问题呢，其实是蛮深奥的。古往今来，很多哲学啊、宗教啊，都在做这方面的探讨和思考。那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我们最近这个有出过一本书，就是我们这个误解的这个世界，是我跟这个周国平老师的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的内容啊，只要关注的问题啊，其实主要还是立足于对生命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由此衍生出来的一大堆问题，这些问题到底包含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这个对自我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还有对世界真相的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有没有真相？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还有关于命运的问题、价值的问题，价值也就是生命的意义的问题、生死的问题等等。那这些问题啊，通常我也会把它称为是叫做生命的
永恒的困惑。其实每个生命啊，都存在这些问题，只不过是我们这个有没有去关注而已。那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想每个生命啊，其实它都有这样一种困惑，所以西方哲学自然也会去追求探讨和思考这些问题。但是呢，西方哲学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啊，相比来说呢，这个从西方哲学的立场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是不太容易的。相比之下，东方哲学尤其是佛法对这些问题的了解、认识和解决应该说是非常的透彻。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跟这个周国平老师我们的对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就在想着这么一个问题哈，这个为什么佛法能够对这个人类的这些永恒的困惑能够做出圆满的解释，而西方哲学在这一块是他们的短板，原因到底在哪里？这个原因呢，就在于佛法是心性之学，原因在于佛法对心性有着非常透彻的了悟。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人心、人性与人生啊，我觉得这个是从佛法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那我想呢，今天啊，我可能会找几从几个点啊，就是从这个人生的人生问题的几个重要的几个问题，来和大家做一些交流分享。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认识心性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我是谁。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典故，就是叫做斯芬克斯之谜，讲的就是一个怪物了。他提出问题，他在一个路口，他每天看到任何一个人，他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有一种东西，这个早上是四个脚，中午呢是两个脚，晚上是三个脚，如果回答不出来，他就会把你给吃掉；如果回答出来了，他就会自杀而亡。那很多人都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最后呢，
书的一个王子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人在这个婴儿时期，小孩子趴在地上，那长大了之后站起来就是两个脚，晚上到了年纪大了，每天拿着一个拐杖，三个脚。那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典故啊，意义非常深。这个深在哪里呢？就是说，一个人，你要是不了解人，不了解你自己，你的生命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你作为人，不了解人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古希腊的神庙上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这个名言就是要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那认识你自己这一句话说起来可能很简单，就是几个字，当然也是我们每一个生命啊最大的问题。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人生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清楚自己，不认识自己。反过来，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真正认识自己了，你就开悟了，你就明心见性了，你就开悟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这个我们的生命啊是有两种力量，一种呢就是觉醒的力量，生命的觉醒，我们的生命有种觉醒的力量。同时还佛法还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同时也还有一种无明的力量，无明。这个无明的这个概念，明这个比较通俗的来说，就是这个光线。比如这个房间，这个讲堂，如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啊，那没有光线，那就是眼前。我们坐在这个讲堂里，我们不知道这个讲堂到底有什么东西。那这个明的这个概念呢，在佛教里边啊，它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内涵。这个深层的内涵，明就是智慧，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佛法告诉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在都有一盏智慧的明灯，就是觉醒的智慧的明灯。当这一盏灯没有点亮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片漆黑，因为我们的这种内在的智慧没有被开发起来，所以导致了我们呢，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正确的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自己，因为不能认识自己，同时呢也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去认识这个世界。那当我们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
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世界。接下来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接下来会直接导致的结果，那就是我们会对自己、对自我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错误的认定，比如说我们会把身份当作是我，会把地位当作是我，会把身体当作是我，甚至会把财富当作是我，或者说我们会把我们的情绪呀、想法当作是我。当我们对自己错误认定的同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就会把自己给丢掉了。当我们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定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我们把自己给丢掉了，我们找不到自己呀、啊，找不到自己呀、啊。然后，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了这样一份错误的认定，这个认定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会对身份、地位、这个身体，包括我们的自我的这些情绪，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是我，我们就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强烈的依赖。我们有了依赖之后，比如说我们害怕失去地位，我们把身体当作是自我，我们害怕死亡，死了我就不存在了，很恐怖，不知道这个身体啊，它跟我们呢只是几十年的关系，暂时使用的一个工具。我们把情绪当作是自我，我们就会陷入到这个情绪里边去，我们不能够跟这个情绪保持距离，我们会陷入到这个情绪里边去，陷入到焦虑呀、恐惧呀、仇恨啊、愤怒啊，当我们会陷入到这种情绪中的时候，这个情绪就会成为我们的。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丢掉了，最后这个情绪就是代表着你的自我。所以就是我们把自己给丢掉，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认定，自己对我们对自我产生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这是我们人生一切烦恼的根源。所以 人生的一切烦恼都是来自于对自我的错误的认识。所以佛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佛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佛法要做的事情就是两件事。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告诉你，你现在所认定的这个自我，这不是你。那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稍微有一定佛法的，有一定佛法的知识的人，我们都会非常熟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无我。大家很多人对无我都很熟悉啊，而我们听到这个无我的时候啊，这个无我的思想呢，西方的哲学是不讲无我的，西方的宗教也不讲无我的，我们儒家的思想也不讲无我的，可能大概只有佛法，佛法是讲无我的。
听到这个无我，是不是也是很多人会有一种恐慌的感觉？无我，是不是说我不存在呀？是不是无我，是不是要否定我的存在呀？其实不是，无我，无我所要无的到底是什么？无我所要无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这种错误的认定啊，这个我，而不是说你不存在。无我是要帮助我们去否定我们对自我的错误的认定，也就是你现在所认定的这个我其实是不存在的，是你的一种错误的认定带来的结果。所以佛教一方面，我们刚才讲的佛教一方面，它是要帮助我们来否定我们对自我的错误的认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佛教更重要的是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找到自己。佛教要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像这个，比如像《楞严经》里边，《楞严经》有七处真心，告诉你你的心到底在哪里。比如在《楞严经》里面讲到，在外，在心以外，在我们的身体以外，还是在身体以内，你要去寻找。我们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人，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我们每天啊，其实我们都会活在我，每一个人都活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念头中。什么叫念头呢？这个念头其实就是心理活动，我们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那这个心理活动，这个心念的活动，其实它不是你，它不是你，它是在《楞严经》里边的，它叫做什么？叫做前尘隐士，前尘隐。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啊。什么叫前尘隐士呢？就是我们过去生活中，我们过去生活中，我们的六根，眼、鼻、舌、身、意，这六根，面对着这个六尘的世界，色、声、香、味、触、法，在这个六根面对六尘的过程中，然后呢，它就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活动。然后这些心理活动，其实每一个心理活动里边都隐含着你过去生活的经验，以及跟这个经验相关的情绪。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啊，大体就是这些经验情绪的累积，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情绪，它会造成我们生命的不同的累积。而这种累积啊，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佛教它要我们看清楚，不要把这些情绪、心理活动当作是你的自我。就像这个佛法里边，比如像《金刚经》里边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心念是什么？当我们陷入到一个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哇，这个情绪的力量好强大，
可是当我们把心静下来去关照，用这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种智慧的关照的力量。当你用这种智慧的关照的力量去审视这个心念的时候，其实这个心念就会被截告掉，你会找不到。就像我们曾经比如说有过爱呀、有过恨呀、有过喜欢啊、有过讨厌呀，那很多东西都是在特定的时候就存在的，那也可能慢慢这些就没掉了，时间长了这个事件过去了、这种心理啊慢慢的也淡掉了。所以就是佛教让我们 要透过这种，这叫妄心，是妄，希望的心，要透过这种希望的心，然后呢你才有可能找到你。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要陷入到这个希望的心里面，要能够看得清楚这个希望的心。就像我们禅宗里边这个二祖啊去找这个初祖的时候，这个二祖说，啊，这个慧可啊，他说我的心不安，心不安，你要求这个达摩祖师给他安心。达摩祖师说好啊，你心不安啊。这个时候达摩祖师就问他了，说那将心来以汝安，把你这个不安的心拿来我看看，我帮你安。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二祖呢他就回光返照，关照了一下他的不安的心到底是什么，去找，去寻找，去寻找。当他在寻找，寻找意味着就是你对你的这个希望的心做一次智慧的关照和审视。当你能够用，你能够用智慧的心去关照和审视你内心的这些情绪的时候，其实当下这个情绪就会被截告掉，被瓦解掉。所以二祖就讲啊，这个当我这个二祖就说啦，叫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了但没找到。其实一样啊，比如我们经常恐惧来了，焦虑来了，我们一般都是躲避，或者呢我们创造更多的条件让这个恐惧在不断增加。我们就两种，我们一般的手法都是两种。比如你生气的时候，你会去寻找一大堆理由让这个情绪变得更大，这是一种方式。比如你喜欢什么东西，你会给自己找一大堆理由啊，这个东西其实非叫不可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可能就是躲避，面对一些恐惧啊，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可能就躲避。我们从来没有学会用智慧去处理这些情绪。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就要帮助我们要如何去超越这个希望的心，你才能够找到自己，找到自己内在的真心。所以我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禅宗里面参禅，他就是要参究，就是要不断的去通过参究的方式去寻找自己。其实我们想，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经常问一问自己，我是谁。其实我是谁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经常的问自己，究竟什么能代表我的存在，究竟什么能代表我的存在。你经常做这样一个智慧的审视。我们现在觉得很多东西能代表我的存在，很多东西可以代表我，但是我们如果不断做这样一个智慧的审视，你会不断的把这些非我的东西不断的会被去除掉。
最后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清净，叫水清月显，先清净了，这个时候再来找你自己啊，也就不难了。那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对世界真相的认识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认识心性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真相，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呢，取决于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什么？我们最近在跟这个周国平老师在上海，由这个澎湃新闻举办了一场这个我们两个人的讲座和对话。这个讲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靠什么来认识世界？我们靠什么？我们靠什么认识世界？那我们两个人来讲这个问题啊，其实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周老师呢，他应该是从西方式的，西方人靠什么来认识世界？那我讲呢？那我讲当然是东方式的，尤其是佛法。佛法告诉我们应该靠什么来认识世界？那西方人他是靠什么来认识世界？当然，这是属于从西方哲学来说，它是这个认识论。西方哲学是非常重视认识论的。西方哲学早期比较重视的是本体论，要探讨这个世界的本体。那到了16、17世纪之后呢，就比较重视认识论，比如说有关于经验论、理性论。因为西方的哲学家他们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最主要是取决于我们具备什么样的认识，也就是我们的认识决定了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西方的哲学呢，会比较偏向于从感觉啊、经验啊。那西方哲学最看重的是什么？理性，通过理性。那感觉，当然人的感觉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很迟钝，甚至有错乱性。所以西方哲学呢，他会比较重视这个直觉。但是人需要有一种纯净的直觉，这纯净的直觉啊，如果没有通过修行啊，它是可遇而不可求。其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不同的人多少可能都会有直觉。我们讲灵感、顿悟，这个都是跟直觉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的直觉会受到太多的这些概念、经验、感觉，还有不良情绪的干扰。除非这个人的心很清净，如果有个清净的心，那你的内心，你的这个直觉啊，你就会。如果你有清净的心，你就比较会有纯净的直觉。纯净的直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但是如果没有通过修行的经历，没有通过禅修的经历，这个纯净的直觉啊是很难。那另外一方面呢，比如像理性的作用，
这个理性的作用呢，其实理性跟我们接受的文化有关系，跟这个我们人生的经验有关系。理性呢，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觉得看哪一个人看不顺眼，不喜欢他，你的理性就会帮你去找很多理由，这个人确实是很讨厌的。如果你觉得那个人特别好，你的理性会帮助你去找很多理由，这个人是怎么怎么好的。所以理性啊，它也是双面刃，双面刃。这个佛教里边讲啊，说这个知之一智，众妙之门，就是这个，就是对理性的一个高度的成长障碍。黑智慧呀、比如佛教认为人类真理是属于真理和智慧是属于人类的。为什么佛教会这么认为呢？因为佛教认为人有理性，他会不断的去思考世界，不断的去思考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思考的过程中，他能够跳出这种感官经验的情绪的极限。那佛法同时也告诉我们，知之一智，众惑之根。众惑之根，我们接受了错误的文化，没有智慧，最后这个理性啊，它就会形成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认识、错误的价值观。所以人类能够对地球制造了这么多问题，制造了这么多的灾难，为什么？动物做得到吗？动物做不到，因为人有理性。我们想着这个动物啊，它吃饱喝足了，它就能过得无忧无虑的。但是呢，人类啊，吃饱喝足，家常万贯，他一样还是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每天在想着，想出很多很多的烦恼。这就是理性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所以，当然西方哲学同时也还看到了这个理性的极限性。康德其实他就认识到了，理性是没有办法直接认识真理，因为理性对世界的认识呢，它是要通过文化，通过概念，它跟直觉是不一样的。直觉是可以直接的去感知世界的真相，但理性是通过文化，通过概念的思考，所以理性是没有办法直接抵达真理。所以就是这个是讲西方哲学。那我们讲东方的佛法呢，这个东方的佛法它跟西方哲学不同在哪里呢？当然佛法好像也肯定我们人的感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这个我们这个感官就像什么呢？其实就像这个电脑的这个硬件一样，你的这个硬件决定了你能够运行什么样的软件。同样的，我们的感官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比如说，因为我们有眼这个眼睛，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颜色的世界。我们有耳朵，我们才能够听到声音的世界，有味觉、嗅觉等等。如果我们没有眼睛，我们就没有颜色的世界；如果没有耳根，我们就没有音声的世界。所以首先呢，这个是什么？这属于硬件，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体的这个硬件。一个很好的硬件其实很重要，我们的硬件就决定了
我们的意见当然也会成为我们的局限，会成为我们的局限。然后我们的通过我们的感官去接触这个世界，当然感官有很多的问题了。那所以佛法呢，它非常看重，也非常看重理性。在佛教里边啊，这个其实佛法的理性的重视一直被我们很多学佛的人给忽略掉，所以这是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很多人学佛啊，就是要不就是停留在一个，就是比如我们在那里念经，就是在那里念，就是在做这种蛮修瞎练，要不呢，就是说我们就或者不太这个，或者我们虽然学了一些道理，但这些道理应该怎么去应用？怎么跟你的人生用这些道理来帮助你重新去认识人生、思考人生？这一方面啊，很多人都比较少。像佛法里边，比如说这个佛法有四法行：心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为法。如理作意，就是你接受了这种智慧文化之后，你要学会应用这种智慧的文化来重新思考人生。如理作意，就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比如说，像八正道里面有一个正思维，正确的思考。什么叫正思维呢？那就是要在智慧的认识的指导下，要在智慧的文化的指导下。所以你接受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这个文化对人类究竟到底有多重要啊？其实我们接受文化就意味着，就像给我们的生命在安装软件，你安装了什么样的软件，最后就会决定了，几乎就会决定了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等等，其实都是受到文化的影响，都是受到文化的影响。所以就是说，我们接受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有可能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文化虽然是有人，因为有理性，我们对生存的思考、对生活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对生死的思考，所以形成了人类的文化。反过来，这些文化又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接受了不同文化，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那就是我们需要接受一种智慧的文化，所以佛教强调理性，但更强调我们如何去建立一种健康的理性。那要建立一种健康的理性，那就是要学习一种智慧的文化。那光是这个理性够不够呢？其实光是理性是不够的。所以佛教呢，就是，所以佛教还讲究就是禅修。这个禅修啊，它是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开发我们人的这样一种认知能力。人对于这个宇宙的认识，比如说人有没有能力认识无限的宇宙？当然现在我们一般认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的经验也是有限的，有限不能认识无限。但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无限的层面呢？佛法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只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来自于经验的层面，这是有限的层面。同时我们的生命呢，还具有无限的层面。所以佛教认为
我们这个人的，我们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所以我们人跟宇宙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一体的。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认知啊，它也是有层次。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活在这个意识的层面，除了意识还有潜意识，除了潜意识，意识潜意识其实多半还是在这个妄心的这个系统里面。除了这个妄心，佛教告诉我们还有真心。当然我们一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做过这种禅修的修行啊，我们的心啊多半都会，我们的生命就会活得非常的浮浅。这个浮浅就是我们可能停留在感官上，可能停留在欲望上，可能停留在情绪上。那你如何不要卡在这上面？当你活在欲望里面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生命就卡在欲望这一块，你就下不去了。当你活在情绪里面的时候，事实上你的生命就是被卡在情绪里，你是生存不下去的。当你活在理性里面，事实上你的生命是被卡在这个理性思维的这个层面，你是生不下去的。所以这个禅修呢，它就通过这种对专注的训练，让你的心不再卡着被任何一个念头或者被外在世界的任何一种执着卡住。当你不再去卡住的时候，你的这个心灵世界的这种深层的这种潜意识，甚至这个真心潜在的力量，才能够产生作用。所以在比如说在印度的佛教啊，其实不只是佛教啊，还有呢各种宗教，他们都讲神通。讲到这个神通的问题，比如讲到这个佛教讲五眼六通，这个六通呢，比如包括天眼通，可以看到远方的世界，比如看到这个从这个星系看到其他一个星系啊，天耳通，它可以听到非常非常遥远的声音，还有宿命通，这个宿命通呢，就是可以看到你过去生中，像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生的一生一生这些经历，他这一生是做什么，下一生又做什么。一层一层的影像，一下子就像一个全球的影幕一样，整个就在这个屏幕上一个一个的呈现出来，他一眼就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一切。就是人呢，这样的一种神通的力量呢，它就是超越了我们的感官。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西方的认识啊，除了哲学以外，比如还有科学。那么科学呢，这个也是比如通过望远镜，通过显微镜，通过这个什么哈勃望远镜，我们这个看了这科学的发现啊，这些发现也是让我们今天人觉得很惊叹。比如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说科学发现呢，有一个星球，有一个星系，有一个星系，这个星系到底有多大？这个星系有10亿光年，10亿光年。这个一个光年有多大？这个我们讲10亿光年到底有多大，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太阳的光从太阳走到我们的地球，大概也就是8分钟还是多长时间？那10亿光年有多大？
所以我们想一下这个宇宙吧，它真是一个无限的大，无限的大。如果人的存在它没不具备有这种相应的无限的力量、无限的能力，我觉得这个生命真是没有意义，因为太渺小了。有时候你想起来可能会觉得，如果你不知道生命它是一个无限的存在，如果你仅仅是执着于这个有限的短暂的人生，你想到宇宙是这么大，是不是有种要发昏的感觉啊？就是但是佛法给了我们希望，他给了我们每一个生命同时也具有无限的这种无限的力量。那比如神通的开发，当然神通不是佛教的重点，不是佛教修行的重点，佛教更重要的还告诉我们，佛教的禅修最终是要开发我们生命内在的一种无限的智慧。这种无限的智慧呢，最主要就是能够真正的了达宇宙的真相。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实相是什么？就是，所以就是佛法呢，因为它有这样的一种，我们讲心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我们讲佛教，它对宇宙的认识，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个无限开阔的视野。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不是吹牛啊？那西方，你看从这个日心说，到这个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了19世纪，哈勃望远镜出现了，才有了这种。这个宇宙中有恒河沙那么多的世界，那么多的星星，也就是西方的科学到了19世纪的，他们才有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可是如果我们打开大乘的经典，对这个十方恒河沙数世界的描述，真的是比比皆是。比如《阿弥陀经》讲东方经过10万亿佛土，然后那有极乐世界，然后南方、西方，然后《大般若经》里面讲，佛陀在讲般若经的时候放光，他放光照遍东方，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这个世界，然后接着又放光，经过南照遍南方的。像恒河沙数，什么叫恒河沙？你们知道吗？恒河沙，这个是佛陀讲经，他经常在恒河两岸说法。这个恒河沙我还看到过了，这个恒河的沙又白又细，那个沙呢真的是多得不得了。那佛陀。在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动不动的就是恒河十这个十方，我们这个宇宙有十方恒河沙数世界，这样的一种无限的时空的视野，如果没有具备这种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认识，我想不可能说得出来。这个庄子讲个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我们就觉得了不得了。但是跟佛经对世界的描述啊，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所以不管是对宏观的世界，还是对这个微观的世界，佛教呢，这个微观的世界包括佛观一钵水84000重，包括佛教的这种色即是空、空即色的思想，跟现在的量子力学讲到了这种，比如传统的经典物理学讲的是这个原子啊，它是一个恒常的一个客体，它是有它的规律的，它是一个恒常的，是客观的存在。但是量子力学呢告诉我们，其实粒子它的存在它是不确定的，
它到底以波的方式存在还是以粒子的方式存在，它是不确定的。那什么决定了它？怎么让它确定呢？就是当我们在观察这个粒子的时候，我们观察的人决定了这个粒子被什么方式存在。所以粒子的存在就是我们在观察世界，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察世界，其实我们也是决定了这个物质它会以什么方式存在。所以这就是个唯心的道，心，心的作用，心的参与。所以这些思想呢，跟佛教的从中观思想啊到唯识思想，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就是吻合，非常的吻合。那为什么能够吻合呢？原因就是因为佛法这个，就是因为佛法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本身就具备有这样的能力，关键我们要开发出这样一种潜在的能力，所以我们是有能力去认识这个无限的宇宙，同时也可以去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生命。那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个问题。